他们几个呀，我姑娘不在家，他们俩玩的可好了。好了，看会儿心儿吧，不愿在怀里呢，妈在怀里睡觉笑了呀，困了他，他们一会儿就睡觉了，一会儿就得睡觉了。给你们播一会儿，然后让你们瞅一会儿，然后我这就。你喝吗？哈尔的，喝什么？没了。没断奶呢。哎呀，真欺负呀！啊，还有九月份就两岁了，九月份就两岁了啊？没有啊？出去找爸拿饮料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冰箱拿绿茶去，去吧，去吧。短裙了，然后灰灰明天去配去。我家明天还停电，桃爸得嘎嘎往下，得自己大步量下去。哎，阿屁，阿屁呀，啊，阿屁呀，不让妈播了，不，让妈再播几分钟行不？是播再播两分钟，妈再关行不？不，啊播呀，谢谢你呗。我姑娘长得胖，长得大。才来，我就给你们播一会儿，我就关，然后我后天给你们播，后天他正好后天他去他奶家，然后我后天给你们好好播。我家呀，我家十一楼。你站这儿干啥来了？啊？那你轻点摸摸呀，啊？心儿，你研究啥去了？啊？你让妈站你跟前儿啊？啊，妈奶奶呀。然后那我就礼拜天，我就礼拜天再给你们播啊。啊，耳朵是吧？嗯。行，妈马上关播，然后再摸奶奶，行不？然后，哎呀，那也得去呀。他小灰灰的排卵期是明天跟后天，明天必须得配呀。明天配一回，后天配一回，要不你要过排卵期了，他也不能怀了。嗯。我姑娘劲儿老大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就她这个体格跟别的孩子的体格，别人孩子走到时候啪啪的，她走到时候咚咚的啊，等不了了啊。你摸她呢，对，你温柔点对待她，对不？然后我这就关了，然后我礼拜天再给你们播啊，礼拜天给你们播哪儿呢？嗯，然后我礼拜天给你们播啊，礼拜天咱中午晚上。